Good. Rise again. There you go. Good, knee. Three. Now three again. Last one, Book. Last one. No, we're at 45, son. Roll the block. Look at what you today, boy. You got to start down here. Start down here. Oh, nice one, nice one. Start down here, man. My grandmother said, pick on that. Good, good, good. Turn down here. I thought that you got to post first. What you got? Oh! Quicker, Kevin. Quicker. You slow. Bump and then go over here. Hang on, man. Here we go. Here we go. Yeah. You got to make shots. Five again. Three. Yeah. Oh! Let's go, Yee! Where's the last one?可以，完全可以，没问题。可以，写号码吗？可以，完全可以，没问题。这是最便宜的吗？不是最便宜，是花呗套餐。你要签，你是你自己啊，你还是两个人啊？你是两个人，我是两个人，两个人签两过。对。 那还行，你要是自己的话用不了那么多，自己电话50上网，最多就20，25块钱给你2G够了，那一个月不就70吗？就，我冒一，我冒肯定不够你，这，哎，不过咱们不行，咱们不一定能签合同。为什么呀？我有social啊，为什么？我有social，但你。 你有收拾的，你自己。我是用我媳妇的那个签的。不是我签的。我现在肯定不会买新的，我是以前就。那你买个裸机。我准备回来之后买个裸机。啊。啊，我现在一想等白的。会出白的吗？没呢，会出白，咱们先过来，明天。你在想。你等，那个五出来，你得了，你别买死了你。 这是想去哪儿？我一般来，再买一个。我媳妇让我用它了，因为之前她也说买，真的不用，不用，就浪费。这球扣不进去。它这还行，25块钱比你2G用不了。其实说实在的，你说咱们出去也不是说天天扒老放。对啊。家里就玩一个。 不用这个，超级自己也不用这个，自驾租用用地图。嗯，或者你可以15块钱200兆。这颗多少钱？这个。两个。这个啊？一个。贴膜了吗？贴了。一套是吧？不是，膜还另算钱。
他不是有一套的吗？他这个送的膜不错，那边有卖的一套的呀，膜加盒19万 ，Best Buy 什么都有吗？这也有膜，这膜不好，另买的好的膜。他送那个膜是透明的。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装的是叫什么？磨砂。磨砂的，叫什么 Anti Fingerprint 那种。就是旁边看看不到那种。旁边应该能看着，但是它就是不留指纹吧，就是。其实我不想装，就是我媳妇非要装。我现在是需要，还需要有电话，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电话嘛。我俩手机，我俩手机号，啊，还中国号。我那个之前的手机还给公司的。那个张海燕就是买了一个裸机，应该买裸机。我上回准备买的，没裸机，没16G的，没买。我已经去了，还有32G，三十二 G， 多少钱？贵100块。16G 呢？就599啊。就相当于600呗。啊，可以了。也比我在香港买便宜。对，你买个裸机呗。到哪儿都能用。对啊，你有我们的功能强吗？两个 iPhone， 两个 iPhone。iPhone 最有钱的当然是 iPhone 4的那位。没有，那谁那个沈老师有钱，沈老师有钱，沈老师都没有那个 iPhone。我们说另一个沈老师，那个沈老师也没 iPhone 四啊。在里能不能用得上？唱挺好。唱就好哈，我曾经还唱参加过合唱团呢。是吗？我也参加过，大学的时候。有学分的，我们那是。学俩学期好像才。